Thank you.
安影，刚才的数据全都备份下来了吗？是的，博士。再播放一遍。项目编号 EPC084， 危险等级正体不明，项目状态监管中，项目记录一， EPC084 最早被发现于某座无人岛上，其外形近似一座控制塔，经探测 EPC084 依靠放射性碳素无法断代，疑为前文明遗迹。项目记录二，在发现 EPC084 后的三个月内，有多批研究人员在岛上驻扎，试图进入其内部，但无疑这座形似塔的建筑没有入口，且外壁以现有的一切手段都无法破坏。项目记录三， EPC084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建造出来的，尚且无从得知，但在短短三个月内，已经有六名研究人员在岛上神秘失踪。是消失而非失踪，一位极东出身的驻岛人员如此主张。他是第五起失踪事件的目击者，根据他的供述，失踪者在他做笔录低头再抬头的短短几秒内凭空消失了，简直就像我故乡的怪谈神隐一样，这位极东出身的驻岛人员如此形容。神隐吗？作为科学家竟然说出这种无稽之谈，看来他的确亲眼目睹了什么，并且遭受了不小的冲击。项目记录四，驻岛研究队开始对整座岛屿展开搜索，但是这些失踪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了无痕迹，而在此期间新的牺牲者出现了。在第七名失踪者出现后，研究队决定从岛上撤离，并暂时封锁周边海域。 EPC084 以正体不明的分级被纳入逆商监管名单。再往下大多都是关于 EPC084 的零碎监管记录，博士还要继续吗？大多都是就意味着并不全是，捡取有价值的信息，安影。正在处理，博士。项目记录27，一名失踪的研究人员被找到了，发现他的时候他还穿着勘测现场的工装，仿佛前一秒还在岛屿上一样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出现的地点几乎是在地球的另一端，并且此时距离研究队撤出 EPC084 所在岛屿已经过去3年。这简直就像……项目记录 58， 2019年7月18日更新， EPC084 所在岛屿周边监测到前所未有的重力场异常，目前科研部门……哦，就是这个，做得好，阿隐。接下来我需要你一封邮件，收件人维特斯拉博士。至于内容，我想想。针对监管对象 EPC084 周边出现的持续重力场异常现象，爱因斯坦博士决定亲自前往其所在无人岛进行调查。调查期间，基地内一切事务交由第二责任人特斯拉博士处理，包括正在进行中的129个机械工程项目以及45个基地修缮项目。 PS， 致特斯拉博士，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基地的制冷设施已经恢复运行，祝工作愉快。避暑中的爱因斯坦博士留。数据分析显示，在打开这封邮件后的74秒左右，特斯拉博士会来毁坏您私人物品的概率为 99.99%。 即使如此，您还要继续执行发送操作吗？观察特斯拉博士的反应也是实验的一部分。阿隐，发送邮件并备份接下来2周的实验室监控录像。恐怕不行，博士，就在2分钟前我收到了一封内容与您刚刚口述部分
相似度高达 82.6% 的邮件发件人为特斯拉博士。而且早在两个小时前，特斯拉博士已经驾驶运输舰离开基地。根据导航系统的数据显示，他的目的地正是监管对象 EPC-084 所在岛屿。哼，先斩后奏吗？看来这次特斯拉博士终于学聪明了。按照时间推算，现在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应该到达 EPC-084 周边的空域了。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，准备一下，艾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非常抱歉博士，我不能允许你这么做。非紧急状况下，你与特斯拉博士至少要有一人坐镇基地中枢，这是组织的规。博士，特斯拉博士请求通讯。接进来，阿姨。说走就走的旅行感觉如何，特斯拉博士？听起来并不怎么好，博士。底噪很大，但还是盖不过你的嗓门，特斯拉博士。人家可杀最急的时候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你是想说飞船在接近 EPC-084 周边空域时忽然失去控制，以至于现在正处于空中解体加自由落体过程中这件事的话，我的建议只有一个。知道，看上去似乎你并不是很急的样子。哎，有话快说。跳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没救了，跳伞吧，我会做好回收工作的。通讯中断了，博士。我知道，哎，那么既然紧急状况已经发生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？
光亮，呼噜。请问，哦，小狗，唤醒我的崩坏降临。